可爱、勇敢、高智商、酷、帅、狠。我觉得一件事情，首先是长相，他的长相是符合了童年所有一切对男友的标准，所以才会一见钟情。那么他的性格是接触以后童年更加就深入无法自拔。我觉得他的任何的型就是童年想象中的男友的型。对。